来看是行，详细的统计，今年一月到四月，交通事故共有超过1000人死亡，有将近180000人受伤。啊，第四月哪一个月，啊，这过路人的事故都有31人死亡。有那民意代表今天去到这交通部头前，呼吁主管机关应该爱将道路零死亡来做目标，爱道道啊做改善。提出各地方去年交通死亡数据，时代力量地方平台拢在交通部头前划下要调向2050年交通零死亡目标行。平台指出，目前对于交通政策，地方甲中央拢无共步，所以会发起地方倡议，结合民间力量改善交通。我们孩子每天与车争道，险象环生，到底为什么要好好的上学搞得像障碍赛一样这么的困难？驾驶人的行为，我们必须要有所提升。但是当这些交通规划在地方是有问题的时候，就是引人犯罪。民代指出，就算无让过路人扩大执法，按过目前过路人行在路顶端，也是有真大惊吓感。在去年全台主要都市交通死亡人数，新北甲台中拢各自负300多人，桃园263人，台南312人，高雄370人。若要阻止交通事故的悲剧，应该就由立法成立行政院顶级的部会，彻底解决交通环境破碎的问题。普遍各个县市都存在一个课题，就是说针对一些基础的资料还不够完整，我们已经要求各县市在今年年底前要去盘点他们县内的跟人行道相关的一些设施。交通部表示，高雄中已经启动到22县市实际会勘过路人的环境，目前已经完成13县市的会勘，但阁发现各县市准备不够，要求年底之前各县市要完成道路加交通事故数据的收集。照大数据加交通环境的改善，应让交通环境更加好。记者综合报道。